赶紧找我来罚。我保证是手到病除。我这牙疼啊，这个拔下这个坏牙来呢，保证您身体健康。我这还得上医院瞧牙去。哪位牙疼？哎呦，我这不，哪位牙疼啊？这有牙医啊？我是牙科专家。哪位牙疼呢？找我来拔。这肯定比医院便宜啊！这个保证手到病除。就这儿拔吧。哪位牙疼？您牙疼不疼？大夫。哦，牙不疼哈、啊，疼了找我来。大夫。哦哦，您牙疼啊？大夫，吃东西呢是吧？这一定有能耐，喊三声都不答应吗？您牙疼吗？大夫，牙不疼。大夫，动物园门没关严。哎，哪位牙疼？大夫的。哟、啊，您半天了，这是个人呐。我牙疼。您怎么着？我牙疼。哦，牙疼啊，牙疼，牙疼，您找我来了？哎，找城管也不管呀、啊，说话很讨厌。不是，找您来了。问问你吧，啊，这个牙你是打算治好了呀，还是打算留点根儿解闷呢？这叫什么？您这不开玩笑吗？嗯，没有这样的。我开玩笑，你开玩笑啊？牙疼找城管干什么呀？得，赖我，找我来就对了。我治根儿，保证手到病除。哎呀，我谢您了。你这个牙呀，啊，依着我拔了去吧。哎，什么就拔了？您看看我哪个牙？你听，不用看，拔牙一劳永逸，甭管哪个牙，不要治，拔掉最好了。哦、拔下来这儿疼，你那儿不疼了，拔着就没事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您得把疼揪出去。哎，对了。哦，那行，我给你检查检查啊。哦，您先检查检查我的牙怎么样，能不能拔？